成屋主一家三口的期盼。刘廷文设计师以大地色系的格调搭配原木感木作，调和出温润且具个性的混搭风居家。整体空间以暖灰和温润木色做搭配，营造舒适惬意感受。客厅运用具对比色彩的深浅棕色木纹打造电视墙，丰富空间趣味性。餐厅采开放式空间呈现，紧邻壁面的镜面柜体陈设，结合完整收纳配置，完善生活机能。借由架高木地板及玻璃拉门，为塑出多功能平台。壁纸则以书墙造型铺设，营造浓厚休闲氛围。卧房床头壁面皆采强烈视觉的壁纸铺陈，营造屋主独树一格的品味。刘廷文设计师细心规划屋主的理想格局，借由原木肌理及简约色彩装点，打造出一家三口引颈期盼的非凡居宅。